呢，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啦，带来歌曲是《还有什么好在意呢》。嗯，拿起了手机，翻阅着讯息，试着删除却没勇气。想结束，还有什么好伤心？我这要问我自己，眼泪流得再多，找不到意义。就算学会了教训，不该为爱沉迷。我想。好听，新专辑里面的歌，刚才就还有什么好在意？今天呢，这个郭欣特别来到这边呢，其实有一个非常认真的活动。我们很久没有那么认真的，就是举办一个活动。真的吗？太正派了，是不是？太正派了，就非常的震惊，而且非常的有这个。对，因为我们常常胡闹，所以难得震惊一下。今天要麻烦你。对，我们就来举办一个这个歌唱大赛。是你们之前就已经举办了？对，郭靖杯歌唱大赛。郭靖杯。对，然后今天是决赛。经过上万人的初选海选之后，到今天这百万人。百万人一起唱郭靖，厉害了！你是说郭靖？郭靖，你唱郭靖的，郭靖的歌，然后从直升机空拍，郭靖，就像抗议一样。好不好？对对对，但这今天是认真的比赛，因为这个之前说真的啊，初选、复选兼决赛在这边。对，而且听说是有奖金的，有钱拿，他们才会想要参加。现在参赛者都蛮自己讲这种，自己讲这么好吗？不是吗？就是为了可以跟，就是没有，他们其实可以为了跟郭靖近距离靠近，重点是他们很喜欢郭靖的作品啦。对、哦、对对对，而且因为我有参与那个复赛的评审，嗯，然后就发现哇，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么会唱歌？你有没有碰到这种真的很会唱，就故意把他就画叉叉掉？有。就说不可以，那种新人要冒出来，先打压，先打压。我说郭靖啊，你真的是越来越会说笑了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经过了几个月的初赛及复赛，唱片公司终于选出了最后六组参赛者。第一组体质美女刘佩伦，第二组牙套真妹林心慧，第三组吉他帅哥曾毅君，第四组好友组合宋伟平及林英伟，第五组八字眉情歌上门钟根林，第六组三个吉他社长胖胖乐团。在正式开唱之前，咱们要先来个小小的暖身赛了。国际前奏猜歌大乱斗，虽然不列入最后评选分数，不过这可是虏获国际好感度的好机会啦。现在每个参赛者前面都抱着一个气球，是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播放郭靖的歌曲，然后不变奏的哦，就是正常版的。然后你只要知道答案，就立刻把气球压爆。然后等一下呢，这个参赛者呢，答对最多题数的人呢，有机会可以跟郭靖呢一起拍一张拍立得。有没有怕气球的举手？那怎么办？那你们不是三个人一组吗？你们组合，那为什么？那你组合怎么会配你？拍一个不怕气球。喜欢郭靖啊？啊？所以其他人讨厌郭靖吗？对啊，好好说。都喜欢，好不好？大家都爱他，所以大家拿出那个爱来，不是捏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拿出那个企图心，那个可以吗？好不好？还没有，你们这边会害怕气球的？心慧，心慧怎么样？会害怕捏破气球吗？怕、啊。那自己想办法、哦。你用咬，你用咬的，因为你只要牙齿靠近，说不定它就会破。坏坏，你坏坏。准备喽，各位，马上出我们的第一题。哎呦！停！哎呦！怕气球的这位叫什么？博轩。真的，博轩。博轩。下一个天亮。下一个天亮，对不对？
叮咚叮咚。太简单，这题谁都会。这不错哎。等一下，维婷，你刚刚为什么弄半天没有破？妹妹，你这样破的可能会是你的身体。你用指甲抓。哎呦，对，你就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你就想象他是你。我太怕，就我太怕。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维婷现在有男朋友吗？刚分手是不是？在一起很好，你就想象他今天背叛你，有没有？然后被你抓住，你去死！这样，你不用生气。再来第二题，来，你出题。第一个是谁？第一个是谁？那是伟霆，对不对？你的答案是？我不想忘记你。我不想忘记，对不对？叮咚叮咚。哎呦，很厉害耶，你们。哼两句。我努力想起你笑着哭泣。好了，不能太多了，就这样。这个就两句。就两句。哎，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很恐怖，他们真的很厉害耶。前奏而已。等一下，刚刚第一题，下一个只弹了四个音哎。可是第一题真的太简单。然后刚刚那一题大概也只弹了六个音而已。啊，你真的爱郭俊的话，就算是一个音都要猜得出来。一个音也太难，一个也太难。你太夸张。准备哦。第三题，请出题。谁先啊？哇，博轩，哇塞，吉隆爱人新歌是吗？太厉害了，厉害呢。请问一下，其他人有参赛吗？郑义勋，大家知道参赛规则吗？知道刚刚的什么歌吗？哼两句听听看。就像打开一个拉罐头，不爱国际出去。紧张，瞬间好紧张。他至少酒香有唱出来，对他有了。来，气球继续，气球再来。好，准备哦。好，出题。什么？哇塞 ！Encolala。我答案是不是 Encolala？ 答对。那刚刚那个钟跟林，你终于捏爆了一个，你其实也知道答案吗？没有，我刚就捏爆了，只是他比别人慢，就真的是，其实真的是差了0.5秒而已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可以吗？你是男生，好，好不好？不要让人家看不起八字眉的人，好不好？而且你一直输的话，我们会觉得你更哀怨，好不好？毕竟天生你很哀怨，你不要输掉，好不好？他八字眉是好可爱哦。你是故意修的吗？还是就长这样？没有，本来就长这样。很赞，这是你的特色。但我希望你可以捏破气球，请出题。哦，有了，伟霆，你的答案是范玮琪的，啊，范玮琪的，你等，你确定？范玮琪吗？你确定答案是不是？叮咚，恭喜答对！太强了！为什么里面会有放范玮琪的？我们其实是未来测试忠诚度。好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下次范玮琪办这场比赛，喜欢的是范玮琪。再见，谢谢。其他人各半，林总没有。好，其他人加油，还有五题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来，其实。哎呦！是，我看是。是伟霆还是佩伦？好，那所以两个一起答好了，一起答，然后看谁讲错，同时讲。请问歌名是？一二三，你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。你乱回答。他喜欢的是范玮琪，你喜欢范。我们今天总算抓到了，会水摸鱼。你是为了钱才来的。不要紧张。看着我的时候想着他，对不对？你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。不，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。可以唱一小段吗？你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。你一小段，给你多两句都不行。好，准备。你这个人很难捉摸哎，你现在唱两句就停，人家只会唱两句。麦克风不在我手上，我不敢去捉，很奇怪。好，准备哦，再来哦。现在分数已经还是一样，是佩轩。哎，博轩领先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还答得出来，他们真的太逊。我来，我来了。真的假的？那都真的可以吗？广告回来，咱们继续猜下去。